Hello，刚好现在有个空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这礼拜就是简单拍一下在学校的生活，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最正常在学校。因为这礼拜有毕业音乐会，然后毕业音乐会完过后，我就要开始准备考试，所以可能就会出席率会比较不正常一点。所以这个礼拜就是最后来记录一下。然后我现在还在宿舍，因为这一拜大家都请防疫假，等一下我要跟那个教官一起检查内务、啊、教官来了，你在吃泡面手机，你觉得拿人家手机是对的行为吗？对不对？你看他，他很坏。超好笑的，就是在回忆当初的不堪的往事。阿拉蕾。
再相见。你是我敌人，为什么你要跟我很像很好一样？对啊，小笨很好，笑烂，笑烂，笑烂。可是他又没有定位，怎么找啊？老师，你等一下有课吗？来，你给我你的，不是你自己打开 Apple Store， 按搜寻，寻找我的充电线，寻找我的充电，寻找，寻找。我的充电线，充电线没有啊，因为你要搜寻啊，搜寻有没有？就是这个，这个游戏。你喷我嘴巴，然后我吞下去，所以你不要乱喷，拜托。哎呀，这什么鬼 ？Sausage Party， 什么香肠在跑步 ？Sausage， 你这样陪他在玩这个废游戏？他玩他的，我玩我。他不是在玩，这不是香肠吗？他是香肠。过去是热狗。好，好，我飘向北方。到了，今天早上要申请，但是是线上，所以应该是没差啊。有几点呢？各位要注意的注意。对，国语。哦。国语。对。破坏公寓。还叫人家帮你打字做，干屁事哦。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上半场的司仪，我是林嘉儒，我是郭维君。正牌，开始了高中三年的旅程。在这期间，我们共创了许多回忆，有开心的，也有难过的。
他正在哭。没有吧？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突然回家。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浴室里面讲话，因为刚刚我在房间里面讲话，然后我妈就发现我还没洗澡，她就是狂敲我门，她一直逼我去洗澡，所以我现在只能在浴室里面跟你们讲。这边灯真的有够丑的，我的妆都脱了，然后那个灯打在我脸上真的超丑的。反正就是我们宿舍里面有人快筛出来是阳性，但是他 PCR 还没出来，所以还没有认定他是不是真的确诊。但是就是因为这礼拜有音乐会，所以保险起见，组长建议我们都住宿生都先回家，所以我们就都回家了。有没有很傻眼？我本来想要录在学校一周 vlog， 然后就变成在家隔离一周 vlog， 我才去学校两天欸。哎，喵喵，傻眼，喵喵。不过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拜托大家平平安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拜托戴好口罩，勤洗手，病菌远离我。不过我这影片应该还是会拍下去，因为毕竟现在结果还没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体验，你也不是每天都会突然被通知，然后你就被隔离，搞不好十年后来看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经验。对，所以我就还是记录着吧。我可能标题名字不会打在学校 vlog， 我说莫名其妙的一周。好了，我妈要疯了，我真的要去洗澡了，拜拜。没有，我在拍欺负你的日常，真是太有荣幸了。嗨各位，结果呢？今天结果出来了，它就是阳性，所以我们的毕业音乐会是没有被取消，但是延期了。我瞬间不知道我这个影片要拍什么。所以我这影片现在真是改成在家隔离的生活。我现在要继续打我的学习历程，希望我5月9号之前可以交出来。对。好的，各位，这是我的午餐，但其实现在已经4:30了，但是不管它，就是我的午餐。然后我有点傻眼，我本来以为它是卤味，结果它好像是关东煮。好哦，希望它很好吃。
我发现我真的是太白痴了，我吃到快要完了，我才发现它有一包这个酱，这整个味道都超淡的，我现在才发现它有一包酱，天啊，会被自己给笨死。好，我现在要简单化一个妆，因为我等一下要上钢琴课还有听写课。这部我本来说随便画一画，我画出一个自己很满意的妆，有没有漂亮？但其实我眼影只有一个颜色而已，就是漂亮。结果班老师跟我说，钢琴课改明天早上。早知道我就不要化妆了。我现在要上听写，但是我跟老师约9点，但现在9:15了，他还没有传链接给我。不可以，因为我还没有要发。你什么时候要发？我就是为什么？等我剪出来，等这个礼拜结束。你骂我说发啦，你才三小。大家早安。其实现在也不早了，天啊！现在时间是下午1:15，然后呢，我本来9点要上主修。然后10点要上钢琴，结果我大睡过头，我现在才起来，天哪！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好扯，而且我闹钟一直响，然后我就一直睡。天哪！然后我刚刚现在非常快速的花了10分钟化了一个妆，我现在要去上钢琴了啊！因为我下课了，今天的早午餐。他从早上7:30就等我，等到现在了。今天的晚餐，锅贴加玉米浓汤，赞啦！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会怎么吃这个锅贴。都会舀一匙玉米浓汤，就这样，超级赞。然后吃剩这样短短一个的时候，就直接泡在里面，然后就直接，真的超赞的，推荐给你们。今天的早餐就是火腿蛋吐司跟 QQ 球，什么紫薯 QQ 球，然后牛奶。然后我今天已经在家3天了，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来快筛一下。
在干嘛？Dancing on the h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woods on an old Mustang, where we sang songs with all our childhood friends, and it went like this: Say, oops, I got 99 problems singing bye-bye. 我现在在虎口休息站，然后呢，我考完试了，就是 so bad 的。对，那我们现在要买吃的，因为一整天是没有吃东西，肚子很饿。对，你说什么？你很奇怪，不要再拍了，你不要再拍了，我到了公审你哦，告了公审你这个人，我就把你抛出来。自传都打完了，太开心了吧！好感动啊，终于上传完成。谢谢大家看到这边，因为这影片真的超废。然后看到这边的你们，祝福你们都身体平安健康。好啦，没有，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爱你们，啾咪。I pray for your tears.